了，先也是盛开吃。我觉得是认真的哦。他们吃技能叫有点快。来了，我们先控了两个。哇，这边控了两个，那这边吉士先把迪丽的这个逆排名打出来了。但是 K 本走向前面，神奇的控制就把全部人给控住了。哇，那这里完蛋了。闪电狼先被全员灌倒，只剩一个小灾。冰小王再次的命中，开始压力直接进来。哇，那这一棍式。有机会把对方打残，但是自己站了起来，有机会吗？没有办法，剩下奶绿。哇，那这里 HK 直接点住吧，攻下了2-1，击败了闪电狼。